因为你们啊，每一次都是要请国助事啊，哈、啊，请国助事，还有永不涅槃。他永远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，但是我告诉大家啊，这个请佛住世是可以的，永不涅槃那是吹牛。永不涅槃是吹牛了，啊，永住世间呐、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。人都是会老，以前呢、啊，师尊以前的那些很老，比较老一辈的弟子，啊，他们也离开了这个人间。离开了沙婆，像这个基友长啊，林千代师姑啊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在隐居的时候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本来很想飞回来，那个飞到实地度他。啊，但是呢，我的心是飞回来。啊，我看到这个莲莹上师啊，在主持那个啊法会，主持他的这个超度啊，跟那个法会，那就是长辈。可以讲是师尊的长辈，师尊是因为林千代师姑才改变了我自己个人的一生。另外呢，老一辈的皈依的第一次佛教皈依的师父应顺导师，那么他也是这个离开了人间。另外呢，像那个我们很多的上师啊，有好几个上师，像郑义训啊，郑义训上师、莲台上师啊，他也是离开了人间。另外，我很想念的几个人，像那个。张黄庭啊，啊，莲地上师啊，他也离开了人间。那么另外有几个老弟子，我是很想看到，就是刘英寿啊，刘上师，那么莲良上师，庄恒义。啊，他们也是很辛苦的这样子。那么，我也是很想看到他们。那师尊的想念呢，是人都是有这种想念的这一种念头。等等等很多啦，我现在要举也举不完。那么将来呢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可以讲这时间很短，不久的将来，师尊现在可以看到你们，将来也可以看到你们，那么你们不一定将来可以看到我。我心中有一个期望，将来我可以看到你们，你们将来也可以看到我。这个才是相
见了不忘，唯有敬亭山。啊，相见了不厌，唯有敬亭山。但是假如相见越看越讨厌，那个就麻烦。所以我期望大家相见了不厌。我看大家非常的欢喜啊，大家看到我也非常的欢喜。那我们佛教是讲不是在过去，也不是在现在，更不是在未来，而是永远存在的大家在一起。心中有佛，一定能够见到。在上一回我们提到莲生活佛在今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呢，来到台湾雷藏寺。事实上莲生活佛这几年的闭关，每一天都还是一样的修行，每一天一样的精进，为的就是示范给弟子看，希望每一个弟子都能够明心见性。而事实上最近他也写了很多的书，都是关于明心见性这个部分。然而弟子仍然需要师尊给我们指点迷津。你心里面有佛，将来一定可以见。那至于啊，说我讲的是在以前书上所写上那个明心啊，什么是明心啊，什么是见性啊，这个时候提出来，在大年初一提这个问题，太深了，太深了。那么，你只要心中有佛，总有一天呢，你要看到心中的佛，那就明心了。总有一天啊，你看到心中的佛，就见佛性了。